错塞，不赶快吃人会出事。咱们自从上个月去大坑找角金龟没找到之后呢，今天再度来到大坑山区，这回要找啥呢？要找一种很小很小的小东西，它也是锹形虫哦。等天黑之后呢，就有机会在相思树附近的倒木观察到，但是不睁大眼睛找的话就会看不到，看不到哦。现在6:05，天快黑了，走这小路呢就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，手电筒、头灯、双保险。请被人看到在哪里，假冒秘密实在很难被注意，也没啥不好，不用挣扎，好好活下去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树上有只甲虫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太清楚，今天没带杆子就不牢了。咱们要找的锹不高不胖不瘦，但是矮，是的，矮锹到底有多矮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应该先问要咋找呢？其实不难找，矮锹在浅山很普遍，只是太小容易被忽略，路过而不见。咱们呢先锁定相思树林，等天黑后就会爬出来，这时咱用手电筒一照树干跟倒木，要是看到黑黑亮亮的小点就有可能是哦。你看黑黑亮亮的蟑螂，哎，黑黑亮亮蟑螂，哎，黑黑亮亮，哎，黑黑亮亮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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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很遗憾的宣布，全世界的矮锹已经绝种，再也找不到了吼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，是不是有点像？我把它抠起来，等会儿啊。哎，爬得蛮紧，因为，哎，啊，啊。各位，很遗憾的宣布，最后一头矮锹已经找不到了。阿赫完蛋！等一下，前面被一大群猴哥占据。猴哥大王刚刚跟我说，我刚把面包吃完没分享，他很生气，叫我滚。说如果我不滚，要把我全身的毛都拔光。我就跟猴哥说，胡子可以不要拔吗？结果猴哥说办不到，一定要全拔。赶快认真找，赶快跑。相思树林里，路边倒木的秘密，初夏傍晚，矮锹又现在哪里？宁静浅山间，寂寞的树上开 party， 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你没人见着。轻轻只为相思树的情高，山风寂寥，只有我的节奏萦绕。